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看看熊熊的运动素质怎么样。同时，我还要快问快答哦。第一个是台北的身高体重，请问身高体重？对对对，这网友是不是叫 Max？ 哎，对，好像是。所以你自己想问他身高体重？对，155/45，最近变胖。请问上一次接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一年前。哦，一年前。好，请问最喜欢的男艺人是？我查一下。彭于晏、刘德华。我知道。啊，谢谢。给你做个球，做个球。刚好对到我。请问睡衣是什么款式？什么颜色？没有睡衣。等下是快喘不过气了。都没穿睡衣啊？会吗？请问聂小倩、西施、武则天最想当谁？武则天。请好了，我怕你太惨。对，他体力还不错。对，他的体力真的还不错。唱一段最喜欢的歌。我很好骗，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能实现。双手举高，这是熊熊的第一场的现场了。谢谢你们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 ，OK。请问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六个。六个，好，六六大顺了哈。想跟前男友说的一句话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，很棒。好，请问大完布布后会回头看一眼吗？会不会？有时候 ，sometimes。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你要看，对，观察要健康，对，这很重要哈。真的不错哎，我而且我发现你真的是有体力有素质的，我 OK 好不好？但还是会喘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太舒服。我在那边口干舌燥的，因为我跟 Judy 老师吃完饼干，就血糖有点上升，就找地方就休息一下。他跑不起来，脸部红气不喘啊，脸部红气不喘的，还可以摆个三个 pose 来，第一个，好，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三美啊，很好 Q 不是老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，有可能肺活量好，但是他肌力可能不足。哦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点肌力运动，开合跳 ，Go 开始。天哪，我不敢往后看。居易老师，二十秒，老师不是刚吃饱吗？你关注吗？我刚刚没有吃很多，这是算是最轻松的动作了。深蹲跳 ，Go squat jump。队长帮我看一下，我的动作是跟你不一样，用腿的力气，很标准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髋屈背打直，膝盖对齐脚尖，手爬式 ，Go 往前爬，往前爬，爬出去，好，爬回来。不错他真的会可以Go， 这也是在训练里面。脚膝盖要高哦。脚膝盖要高，保持呼吸。真的好严格哦 ，Max 老师好严格。好辛苦哦，他们。脚要抬起来，背打直。你看我们两个做水深火热的那两位人嘛，一个做按摩椅，一个做沙发椅。抬腿 ，Go， 高抬腿，肚子用力。这是好像以前郭哥在学那个谁啊？对啊，你卡骨，你卡骨，你卡骨，挂你卡骨，能 Q 爆，五爆。他们两个在那边给我。冷眼旁观。对，不过经过我刚刚的这样检测，我觉得熊熊体力真的是异于常人，真的，真的是有在运动，会喘，但是他恢复得很快。对 ，OK， 我觉得我们不要这么累，好不好？换我们去休息，我们去吃东西。换你们两个，差不多了吗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动的也差不多。但是该进行还是要进行，因为毕竟我们帮女生解决她生活疑难杂症，她觉得胖的问题，对，实际上也许是她的造型 sense 这个。所以是不是今天请到来交给我了？对，现在去看你的衣柜可以吗？直接来。